本大队侦六队为全力打击毒品犯罪，日前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，会同本局大甲分局等优势警力，在大甲区等地执行搜索及拘提，缉捕林贤吉、李姓男友到案，并查扣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沾证物。全案讯后，将林贤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并经检察官起诉贩卖第二级毒品，在案。本大队也在此呼吁民众应正视毒品问题，并远离毒品危害。警方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，全面切断毒品供应，维护治安，共同营造无毒家园的美好环境。